这案子不破，老李那谁呢会没命的。你得留下来陪我查案。哼，我留下来。方善，我想，这破案的事呢是你答应的，你又不是我，我干嘛要留下来？再说了，这江湖之事，我最不喜欢卷进去了。你要敢跑，我就敢撺掇玉夫人，让玉神对你放出江湖追杀令，将你这个老狐狸的家底扒个干净。 还有，你看这是什么？没想到你们家狗狗对你挺忠心啊，一路从小棉客栈追到了玉城，可惜了，被我先遇到了。我跟你说，我真的不是要么，狐狸精呢，只不过是一条普通的狗。谁让它主人心硬不要它的呢？你说，是清炖还是红烧呢？嗯，应该都挺香的。 不是你干嘛跟一条狗过不去啊？我又不是刑探，干嘛揪着我不放呢？你不是神医吗？若是能把玉秋霜医活了，这案子还愁破不了吗？让死人生还的事，我确实做不到。那就给我当仵作吧，你这么老奸巨猾，总能有用得到的地方。那查明了真相，你就放我走，对吗？